我知道我这一生最最荒谬的一趟旅程已经启动。现在从您老爸在世的时候爱吃爱用的东西拿来放在身边，你来人的才最欠这个东西。阿祖还是不放下。谁呀？干嘛又回来了？那个橡皮那用的那么轻快，啊，那做个不得不停，你人干没看嘞？以前人家说啊，跳高要靠背，原来靠背真的是一件这么累的事。好起来，阿爸。上柜，你找无路啦 ！Hi, Mr. Black, I'm sorry, my father passed away.总有人在旁边说：“今麦卡紧考，或者今麦袂使考。”我和我哥常搞不清楚，今麦是要考还是不考。请问一下，现在阿古去世之后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我唔知啦，我必须讲一个啦，我唔知啦，你去问阿梅啦。Pero de madrugada